2005年嘅第一題，咁首先處理咗括弧裏面先啦 ，a 加 a 就係 2a 啦，然後呢一個咧係 a square 嚟嘅，咁即係 a square 乘 2a， 咁所以咧 a 二次同 a 咧就會相乘啦，咁就即係 2a cube， 答案咧就係 b for boy 啦。